原标题又到杨梅季，余姚先驱 PK 已久，到底谁是中国真正的杨梅之乡？六月是江南的梅雨季，一日又一日淅淅沥沥的小雨，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杨梅的酸甜香气。浙江有许多杨梅圣地，其中要数余姚，包括旁边的慈溪和仙居，作为其中翘楚。市面上卖的杨梅基本上都是以余姚和仙居两个地方为主，不过仙居的杨梅比余姚的价格略贵一些。这两个地方都对外宣传是杨梅的故乡，那么究竟谁才是杨梅最早的发源地呢？杨梅属于杨梅科乔木植物，又称圣生梅、白地梅、树梅，具有很高的药用和食用价值，在中国华东和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区均有分布。最早在浙江余姚境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发现杨梅属花粉，说明在7000多年以前该地区就有杨梅生长。展开全文，在越郡之中再有，会稽杨梅为天下之奇，可大河系其色子，其中说的会稽杨梅即为县余姚慈溪一带的杨梅，余姚秦石至县为余姚县，慈溪秦石至县为巨章县，可大河系其色子，其各自是对吴越杨梅的真实写照。北宋苏东坡在吃了吴越杨梅后说，明广荔枝，何物可对者，可对者西凉葡萄，我以为味若吴越杨梅。吴越杨梅7000年的历史，2000年的人工栽培，到了此时杨梅已经细分为很多种，以名闻遐迩的鼻涕种和早大种杨梅为主，果大核小，色佳，肉质细嫩，汁多味浓，甘甜可口。在余姚慈溪杨两地，杨梅主要集中在丈亭镇和恒河镇。1954年10月，慈溪的丈亭、陆部、城关、云山四个区和慈城镇划归余姚县，所以1954年以前吴越杨梅可以。